水卡，紧嘞紧嘞，啊，紧起来，无要锁头哦。你开着，开着。啊，提拢在地板安尼，较紧嘞哦。电池在创啥？就看来，就。啊，伊都无怕好事。要真嘞煮的钱的菜，做恁来，润吧恰恰电音加音乐，大家欢喜就好。单到音乐厅，阿杰为恁传的上青草。来哦。一摊又一摊，朋友加亲情。全国听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97.3板道音乐厅节目，我是节目总播师板道挂目镜阿杰，今日真欢喜呢，在厝在空中吼，甲大家见面。每一礼拜日暗时啊，6点到7点，都是我的节目吼。感谢这四五年呢，这么多听众朋友对我的支持甲爱好。节目一开始呢，来以这首好听的歌曲，拢是为着你啦，来欢迎我的特别来宾。你两心肝，你要离开我，目屎流袂煞。不是我一时想袂开，不是你对我无情义，只是心伤你。对你的心，总嘛是永远无变卦。对你的情，永远是藏在心肝。虽然孤单，我嘛是甘愿受拖磨。无依无靠，拢是为着你啦。在流袂煞，不是我一时想袂开，不是你对我无情义，只是心伤你。对你的心，总嘛是永远无变卦。对你的情，永远是藏在心肝。虽然孤单，我嘛是甘愿受拖磨，无依无靠，拢是为着你啦。是永远无变卦，对你的情，永远是藏在心肝。虽然孤单，我嘛是甘愿受拖磨，无依无靠，拢是为着你啦。对你的心，总嘛是永远无变卦。你的情，永远是藏在心肝。虽然孤单，我嘛是甘愿受拖磨。无依无靠，拢是为着你啦。对你的心，总嘛是永远无变卦。对你的情，永远是藏在心肝。虽然孤单，我嘛是甘愿受拖磨。无依无
Hello， 全国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庄正凯，欢迎收听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.3 板道音乐厅的节目哦，由板道阿杰为大家主持，介绍我的新歌《八二名》，欢迎大家共同来收听。刻在命运的形影，用情写孤单，泪两串，画出淡薄感情线，目着凄厉的风声，风啊过，心愈寒，相依偎。着双人八二名，我用泪来照镜，你的情藏在哪，无得看。用我一生的牵挂，幸你对我爱一半，不愿予人再叫我浪子啊。头看拢是命，用心行出有情的天下，我是我。心肝今夜的心碎，谁人看？刻在命运的形影，用情写孤单，泪两串，画出淡薄感情线，目着凄厉的风声。风啊过，心愈寒，相依偎。看着双人八二名，我用泪来照镜，你的情藏在哪，无得看。用我一生的牵挂，幸你对我爱一半。不愿予人再叫我浪子啊，回头看拢是命，用心行出有情的天下，我是我。捧着双人八二名，我用泪来照镜，你的情藏在哪，无得看。用我一生的牵挂，幸你对我爱一半，不愿予人再叫我浪子啊。回头看拢是命，用心行出有情的天下，我是我。八二名一首很好听，
听这个名字好匠气哦，今天来欢迎咱的八里面的男主角，就是咱的庄正凯阿凯你好 ，Hello 阿杰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哇、哦，落这个八里面这个歌名吼，不过这首歌足好听。哎、欸，这首歌等下公司好乖，就是刚做好的时候，他那时候拿给我看，嗯。我那时候还没有听，只是先看歌名而已。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这八字命，哎、欸，这个歌名蛮特别的、嗯，我蛮喜欢这个名，蛮喜欢这个名字。对、哦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在翻阅里面的歌词去看，哎、嗯啊，我刚刚讲，哎呦，歌词搁写了真地真稻谷。咱的施国仁老师，哎、欸，施国仁老师写，写词拢就好。对啊，啊，我等下我看内底歌词哦，窗外风雨染着阮心肝，嗯，今夜的心碎，啥人看？嗯，其实我那时候看到歌词，我就知道说，应该是一首就是很棒的歌，但是它也是像属于那一种悲情的情歌，对，哎、啊，然后后来就是。个放公司个放给我听的时阵、嗯，我听到曲的时阵，我讲哇，我真的蛮喜欢这一首歌，好歌难求。对，欸、我觉得你这张专辑哈，嘛是你为中唱对、跳到豪记、的第一张专辑。对，这是那公司哈，我感觉公司不管是伫造型啊哈、嗯，啊是歌曲、歌曲，规个制作包装方面，哎、我就觉得。蛮用心的、都觉得很加分。对啊，嗯、跟你以前、公司，以前公司也帮你做的也都蛮好的。对，另外让你轮起来在够厉害不？你上次来上是2013年6月14号，哇，已经两年了。对啊，另外给你打了，我给你跳掉。好朋友嘛，那一张看起来好也很棒啊，白色的西装，对啊，中立老。我觉得那时间过好快哦。你看，已经整整两年，另外给你。这个月嘛已经7月啊，啊是起码是15呢。对啊，哦、所以说你那时候是13，对你等于是14年没有出专辑嘛？那时候14年没有。对，你跟梅君一样哎，梅君也是13年出专辑之后，14年都在筹备一对公主时代。对，我觉得也很棒。梅君今年、这一张其实做的蛮不错的，而且我看他那个 MV 啊，哇！很特别、哦，很特别。对，因为您卡在贵溪东西港前唱片公司，就如同自己好像跟他亲兄弟姐妹一样。梅君，我就觉得我跟他啦，我就觉得我两个都像兄妹的感觉。我们常常在联络啊。对对 对, 對、啊，我们感情还是很好。很好，很好对 对, 對雖然已經。然后还有俊吉，对，不在同一家公司的，可是那个感情都是还在的。对，刚刚、还有聊到他。是啊，都在讲到背里面，好，干嘛？八里面这首歌哈，第二感觉就是他的歌名下得很重。嗯，那再看到你的 MV， 听讲你的 MV 里面还有请那个八家将，那是关将秀啊，关将关将手。我八家将其实跟关将手 不一样啊、哦，是不一样、啊。对，是安那讲，关将秀是武将啊，武将。对，那个就是八家将，他是。其实两个看起来啦、其实你会觉得都蛮像的，都蛮像，但是、就是、那个扮相，神明的扮相，对，扮相不一样啊，扮相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是是是，因为脸谱画的比较不一样。嗯、然后关仲秀他有那个獠牙，哦，有獠牙，所以你 MV 当中有那个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装獠牙，但是我有画脸谱啊，你有画脸谱，对，也是有，是是是，我觉得这个阿凯哈的宗教信仰就。很吻合啊！请问阿凯外基在几年前、我曾经在脸书上看到他以泰珠亚新婚，你跟他嘛是泰珠亚代言人吗？你自己本身的体质敢会起价？我不会啦，我感觉你跟新民都做演的啊！对，我因为我厝家己有姜啊，哦，厝有姜，得你讲嘛，对对对，我倒是就是祖先就是。那个天神圣庙，圣庙啊，中大万岁，中大万岁，九天玄女啊，土地公伯啊，土地公伯啊，无关心帝君，无啊无，所以讲啊，咱厝的姜是爸爸，还是讲爸爸是姜主，哦，爸爸姜主，所以讲爸爸，我姜主，你姜主，你会更叫了对啊，我是有这更叫，啊你嘛，原来做豆头哦，我袂啊，你袂啊，啊爸爸干咪是代言人，妈妈。啊，妈妈，妈妈代言人啊！妈妈是基星，哇，足特别的呢。啊，妈妈平时啊，比如讲啊，咧讲咧为咱朋友伫咧服务吼，爱起价还是用什么姓名来挖心？其实拢有呢，有时候有也有那个
仙庙，嘿，大仙家，大仙家，啊，二仙家，三仙家，什么叫大仙家？大仙家，你讲的，就是想讲，哎，大妈，哦，啊，这大仙家，大仙家，哎，啊，二妈、三妈嘛是，二仙家、三仙家，我拢来咧讲，感觉足特别的吼，家己的妈妈啊，甲姓名是。是会通的，对啊，那个是好特别。然后，有时候，像伯公啊也会来，伯公啊会来，然后还有的，冰糖花水啊，是啊、哦，看嘛，有时哦，安尼看到妈妈伫咧咱啊平时啊的家庭啊，就是一位啊、家庭主妇，对，哎，当她在为民服务的时候，哦，她有很多的角色。就跟他讲啊，开多啊，你咧学的啊，拢教古灵吹啊，食糖啊，中大万岁。对啊，会不会觉得很可爱啊？看妈妈另外一边那个。对啊，有时候我会觉得，我那时候有，其实一开始啊，我当初那个是厝多啊，就是妈妈那个，有几个人讲，这叫做代嫁，代嫁，代嫁嘛，偌久啊？你敢我久了呢？刚处理，反正是你还没出世的。读没那么久，差不多我读高职、国中、高职。哦，安尼拢已经足大汉的啊！啊，当初我看，我嗯，安尼阮家那乡那变一间宫的，哎，宫的爹你讲叫啥名？阮遐叫上朱红宫。朱红宫，听这朱红了，早就是姓庙。对，哈，没错。啊，你像阮李刚那个大庙叫做上朱宫。啊，上朱宫。其实屏东。屏东市迄、那个，屏东市迄个妈祖大庙嘛是叫做朱红宫啊，是是是，哎呀、啊，因为阮咧算，就是家出来宫啊，出来宫吼、哦，哎呀、啊，对啊，啊，每一年是当时老热啦，拢差不多伫三月十九，啊、哦，三月十九，所以嘛是较比较较以圣庙为主啦，吼，没错，我按了老热，都四界去进香，像阮今年个去新芽太祖宫，啊，过来去。去迄个九贤宫，啊，改了后，佮等于迄个迄个李刚香烛宫。哦，香烛宫，嘿，是是，对。我按了当年三月十九，唔爱办多啊，做老的。啊，对啊。是啊。像今年。请歌戏啦，吼。我遐是无歌，无请歌戏啦，有请布袋戏啦，啊，像暗时啊，就是。恐龙暗会。恐龙暗会啦。恐龙暗会，就你家己来唱演唱会就好啊。有时候也是。也是像像今年那个谁啊，梅君啊，哎、嗯欸、哦，那来去到梅君，然后还有像我们公司的林良欢啊，是是是，要因个去好玩请哦，啊请跟暗下看阿辉台，对对对，阿个蓝天哥了，啊蓝天哥，是是，哦，伊拢对台北落来，我讲拢真有心，真有心的吼，对啊，咱啊我是拢足歹势啦，因为、嗯、因为人安尼千里迢迢安尼一撮对台北安尼落来吼，哎呦吼，拢算。你来甲新妇到老个到三工，系啊，所以讲真实，咱只演艺界朋友吼，我嘛真感谢因安尼吼啊，到三工安尼，系啊。其实吼，就是拄阿凯咧讲哦，咱只比如讲蓝天大哥啦，咱只艺人界拢会来甲咱讲到三工，这、其实就甲平时啊做人有关系。哦，因为你做人好成功啊！哦，你老公今日姐做人安尼，人家都不是很喜欢你讲啥了嘛，不爱插你啊！啊，为这点就才讲，哎，阿凯做人很成功啊！啊，是你唔甘嫌？啊，你看咱安尼为八里面安尼 MV 开讲个厝诶，吼，安尼大家才讲，哎，妈妈伫咧你讲，哦，啊，做代言人，我觉得很棒。好，咱接下来听咱专辑《八里面》好第二首歌曲。叫做《上水的嫁妆》，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，对，也嘛是甲向慧玲，对，哦，足好唱的呢，嗯，其实恁两个拢足好唱的。我讲慧玲，我较早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从那个《爱甲桥鬼》。哦，失去你，哎，这是爱你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好像是她的第一张专辑，对，第一张。其实我那时候看她那时候唱这一首歌的时候，哇，我就对她印象。很深刻，很深刻哈。对，迄阵啊嘛，公司安尼开足侪钱甲栽培。对啊，哎呀，你看安尼时间咧过，手节拢十年安尼哈。好，咱来听咱庄正凯啊，在豪记唱片第一张唱片《八里面》跟向慧玲对唱好听的歌曲，我们叫做《上水的嫁妆》。
上水的嫁妆是接受。我甘愿将我的人生给你打算，不免荣华富贵换来身份做海誓山盟，只要用心对阮做阵，今日用爱做会受。无论人生的风影，予我什么的理由，阮也不甘来放手，甲你共度过一生。你的爱，刻在我的心肝顶。上水的嫁妆是接受，我甘愿将我的人生给你打算，不免荣华富贵换来身份做海誓山盟，只要用心对阮做阵，今日用爱做会受。生的风影，予我什么的理由？阮也不甘来放手，甲你共度过一生。你的爱，刻在我的心肝顶。不免荣华富贵换来身份做海誓山盟。只要用心对阮做阵，今日用爱做会受。无论人生的风影，予我什么的理由？阮也不甘来放手，甲你共度过一生。你的爱，刻在我的心肝顶。上水的嫁妆这首歌呢，是咱庄正凯跟向慧玲啊男女对唱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哈，两个拢足好唱的。我对慧玲印象啊，其实迄当阵啊讲伫爱家超过迄张嘛，但是后来啦，像迄当阮迄当爱讲是阮女朋友。我女朋友、就是、她是在读书的时候跟她又同一个学校。哦是哦、嗯、大家不知道阿凯的老婆好漂亮、哦。然后同一个学校 就算了、嗯、又跟慧玲一样，因为我妹妹叫慧玲。哦是哦，那对我好。对啊，字都一样吗？字不一样、啊、音一样、啊。音一样。是是是。啊那当时我妹妹说那个向慧玲读我们学校，我说真的假的啊？那听说你也没去好几啊？还没，还没。那时候我才几岁啊？才25岁，差不多。那也在中测，也还还没有。那时候还在八大哦，还在八大，还在八大比赛。是是是，对。啊，我那时候看，就是看到那个向慧玲啊，一当中因为我去在我某下课，啊，有看了一下。哎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真的、那个时候他还在学校，对，在学校文藻吗？文藻啊，哦，文哦，对啊，所以他是日文科的，文博英文科呀、真的啊，那你英语唔足够诶？嗯，无，我英痴啊，文博嘛英痴，
我某是音乐音痴，我英文的音痴。啊，是哦，啊，你袂使呢，啊，你互相交流些。诶，我跟你讲，我边啊那个有一位哈，英语足强啊，我一定会好啊，微信上个吸收一挂，你拢无吗？无多啊，我某甲我讲，自较早伊甲我讲，伊讲哦，嗯，你跟我交往之后，你英文一定会很好。我说真的吗？是啊，他说一天教，他说我不又不用多，一天教你一句就好。对啊，对啊，啊。他也自己讲的啊，然后后来他真的只教我那一句，就没再教了，就没再教了，一天只教一句，就表示哦，你们在啊、夫妻之间哈、哦，在相处生活很甜蜜啊。现在哦，现在，欸、不过我干嘛？哎，我干嘛？你边姐教我英文老师，我话我娘就怕生，何况又是你的老婆。不得啊，那个，哎、欸，这就奇怪了。刚刚讲咱厝的哈、哦，你今日叫一个中埔西哈，这中埔西有可能伊嘛要为你煮就好食，你食。对，好、哦、意思同款啦。但是人伊外口办就办得就青菜哈，伊、外口教英文嘛做搞的，你啊你啊叫，这个这哎，老公，可是等下教家己的唔个呗。可是你的小阿凯应该现在会讲英文哦。我逼我老婆一定要教，对啊，我讲你不教我，不要紧，你对你小魔怪小阿凯要教好，对，你教囡仔，你定要教。哇，肯定安尼了解有够多，我唔知讲哦，阿凯这么棒呢哈，阿凯老婆我看过，很漂亮哦。有啊，哎，你还有去过我家？对啊，我们去你家啊，喝茶聊天，游泳。打麻将啊，没关系，就是几个那时候是你我嘛哈，还有林俊吉嘛，还有最近那个，现在台北还住那个地方吗？一样啊，一样啊，哦，还是住那个地方。对啊，是是是，真好啊。以前是住三楼了，现在住搬下来一楼，住一楼。店面吗？没有啦，不是店面啦，也是住家了。啊，为什么都爱搬到一楼？因为那时候觉得那背起背漏就麻烦。天哪！而且那时候就是我停车停比较远。哦、啊，一楼楼卡楼他停车，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、啊。啊，我就买个拢在一楼，我感觉较方便。去过一次，不过你多买已经袂记了。板桥啦，哎呀、啊，有机会再过来去。好啊，好啊，欢迎欢迎。好啊，啊，你讲啊讲啊，之后你看咧上半段节目差不多啊，咱我紧赶紧来听，好听好快。上半段，啊，过下半段。好，继续要来听多首好听的歌曲。继续给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做《今生来世》。好，咱就顺着专辑，好。啊，贝里面的第三首歌《今生来世》，这首歌听完呢，广告节，我们下半段继续来跟阿凯聊天，《今生来世》。我的心，亲像天边的风吹，你的爱，飞在风中，无人陪。我恨我自己，袂当将你牵做伙，你的心也随风坠落地。你的情，我的人，咱的今世，画出幸福的美丽。我不愿放你孤一个。像鸳鸯水啊，双双飞，行过风雨的凄美，我不甘看你孤人飞。约束今生到来世，我的心永远只有你一个。情我的人，咱的今世画出幸福的美丽，我不愿放你孤一个。咱的爱像鸳鸯水啊，双双飞，行过风雨的凄美，我不甘看你。说今生到来世，我的心永远只有你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
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.3 绿色和平广播电台。办车头的料理，吃好吃的东西，都在办桌音乐厅。阿杰带大家全国吃透透。吃透透，今天吃透透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八里名主唱庄正凯。阿凯你好。Hello， 阿杰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庄正凯。阿凯，你这样有一个甜蜜的家，应该也是都，我感觉应该也是都外食比较多啦。老外啊，老外啊，三餐老是在外，在外，人人叫我老外。是有机会嘛，是自己煮较好啦。我也拢自己煮啊，哦、我样煮啊，你样煮啊，我会煮啊，啊，我老婆就不会。当时要煮一道红酱。阿内、啊，你板凳，你板凳看菜超吧。无同款，然后直接不时在脸书上看你哦，钓鱼呀、啊，我上爱食鱼呀、啊、呢。阿内，你干嘛钓你？你啊，去倒钓嘛？好哦，安尼我，你安尼讲，我咧高雄的时间嘛都坐了，为你讲钓来高雄，你讲无当钓啦，不用去倒钓的。我俩虽然有你有叫做讲，但是我俩无，唔是海边啊。无你平时钓鱼，我拢看你安尼。我拢去迄个八里啊，无去家人。哦，所以然后有时候北部啦，对，有时候还会做那个我朋友一个船长。是哦，哦，啊，这船那出去。冇紧啊，钓到九班，你再搞我。急速冷冻，哎，要把我叫来高雄，不错哦。我来公孙权，今日今麦食透透吼，啊，咱讲咱阿凯嘛是规家拢属于老外啦吼，拢食外口，啊，要甲咱板凳应该听下听些朋友推荐多样好食的物件。好吃的哦，像我觉得我们板桥那里有一个蛮有名的，什么物件？哎、欸，嘿呀、啊，嘿呀、啊，这鹅米线，嘿，鹅米线，竟然过油库口，哎呀，你怎样嘞？你看，你看，我有默契的，听讲伊搬厝啊，干有影？跟我搬，我记卡早是、啊、没有搬啦、啊，他还是一样在。我以前哈、哦，我记得那里 啊是，我也记我卡早的东西，我起码来描述一下哦，我差不多也。七八年没有去吃了，我真的、哦、那么久了、哦。我描述一下那个地形还对不对？我都会从咱三林坡骑倒来，然后啊，骑过大汉桥，大汉桥骑落去，你的右转文化路，文化路 对，文化路好像第一个红绿灯，第二个红绿灯转进去，好像188还是？对啊，没错啊，哦，还是在那边哦，没有变啊。哦，我动作已经搬出来了，赶快啊，是哈、哦，赶所以我已经描述个就清楚了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伫文化路接那个汉生西跟汉生东。嘿，往汉生东的方向看，你的左手边，那里马吉达瓦米索，哎，去哪个石油库口的分家？是哦，啊，这个我拢食过呢，我拢会去遐食。哦，迄搭是分家，对，那一间是。迄搭是迄个林家，哎，马吉达伫咧厝的头前嘛，吼。那你那家拢搞赶快？啊，因为有时候，其实我是很喜欢吃它的什么，可是哈，公斤斤的哈。两间拢好食，啊，不过我感觉还是有库口好食呢。哦，你讲食老店啦。有时候我会去，也会去那一家。伊个咧行乌链嘛。恩前。哎呀，我拢食较歹势，我大概去头几年拢连咧过，我拢歹势去食。我是拢去遐食恩前啦，一间拢食两条啦。是是是。啊，有当阵啊，我啦想讲，拄好有对遐经过，还是有当在阮某下班。哦、其实我都会去那边，就是吃个鹅米索。是，哎呀，啊、因为像我儿子，然、哦、后他们也很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香肠。香肠，哎、所以我刚真正吃烟前配鹅米索，感觉你住遐足幸福的呢。其实我遐了啊，食物件真方便，真方便啊。其实吼、哦。我妈妈吼，较早拢笑我讲，我拢规工拢食一寡垃圾食物，我都同爱食蚵仔面线啦、天不辣啦、阳春面啦，我拢食这米粉羹啊，我就好吃诶。其实我刚刚吼，人生不是就是这样吗？哎呀、啊，其实爱食的，对吧？我一定爱大鱼大肉啦。对啊，喜欢吃什么就去吃什么。我们就羡慕你，所以口福啦，去钓鱼啊。我两缸酒你来啊，酒我来啊，我改天约你去钓，但是我钓一钓鱼，通通都要你拿去我啊，是安尼哦，真的啊，我每一次我只要去钓啊，哦，比方说我假设我钓十只、二十只，拢无食啊，啊，我钓十只、二十只好啊，我会留一两只俩，其他我拢上。是安尼哦，食袂起啦。无，你冰箱无遐大啊，而且你无遐好食啊。哇，你我若为了跟你去钓鱼，嘛爱买一卡冰箱咧。像阮朋友啊，有一届啊，一个拄好因，就是也是住附近的，爱看我做好。啊，阮朋友因某佫拄好迄搭有新，爱甲我讲，哎，我做
就想要买鱼啊，买什么鱼啊？我无讲，我讲买呐，我来钓个有啊。就真正假，我怎啊今日我想讲，伊甲我讲完，我几工出去钓，我钓到要三四十尾。啊，拢什么鱼？乌龟鱼，乌龟鱼。乌龟我知，乌龟鱼就啊个螺啊，迄种。螺哦，螺啊。哎，等下我去，我钓钓完了。你感觉钓了什么较特别的？较特别的，较出外海啦，就是讲钓较好的鱼啊，像赤章。哦，赤章。赤章鱼啊，个真好。是是。啊，就比方说像红柑。哦，红柑、哦。或者有时候啦，那要看季节性。有时候像鹅螯，有听过吗？唔知呀。鹅螯它也是一种不错的鱼，就是它的。这起名上有对背吗？有啊，也是有啊。哦，也是有。对，一斤大约外面卖要可能300-400块哦。哦。所以那也是一种蛮不错的鱼。是是是。你要看伊嘴，伊内底有啊，嘴内底是乌的，嗯，然后是乌色，是哦，乌螯。哦，你看那阿凯的话呢，哦，很懂的生活，哈、哦。其实我钓鱼当初啦，欸、我拢都说你在立港钓的呢，我唔知啊，我拢在台北钓的。是是是，我那时候其实钓鱼，我都把它当作是一种在消遣，消遣。跟我感觉还是。领悟啦，人生的一种领悟。其实我钓鱼，我领悟到一种代志。也是要静下来。对，别再急。有时候人生真的是这样子。你看哦，我把那套罩四五点嘛呢，吼、哦、啊，看日头浮起来，嗯，啊，改了凌晨四五点去钓啊，啊，但真的、啊、就开始去钓了，嘿，就出门，然后就天要拍不光啊呢，啊开始钓。嗯阿凯看日头浮起来，看日头落去，阿凯看月亮佫起来，好，阿凯我回，我佮等你出安尼。哇！你看我，我领悟到一点，嗯、人生不就是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嘛？系啊，真的呢。啊，我看了，我感觉讲，人，哈，人的运有当初那有在日正当中。对，人讲哎呀，这等得好，等得好，但是嘛是一定会落来，对，赶快嘛，那。就是人家说风水会转，同样这个意思。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对，没错、嗯。十年一个大运啊。对、哦，那你看嘛，其实我在那边钓鱼又体会到一种事情。我们有时候在那边啊等，可是你自己也是要努力啦。对，坦白讲啦，真的。可是当好，比方说鱼来咬了，嗯，啊、来，可是来个了，你等到了这次鱼来吃的这个机会，好，如果它跑掉，对，那就没了。对，但是你要去把握，嗯、你要去把握说啊，你等他久了，终于等到伊来接啊，可是你要跟他搏斗嘛，嗯，啊，那你也是要有，像阿公，可是劳力的付出还是什么会啊、欸？我们去体会到。听讲你钓鱼啊嘛，足刺激的咧吼，很刺激、啊。你上大把钓偌大只啊？80几斤，可是我那八十几斤是八十几斤是咱人的体重的八十几斤吗？也应该是算大斤嘛，大斤吧。如果大斤八十几斤是咱人的几公斤啊？啊，无，迄只是算公斤的。公斤，我对这种搞不清。公斤就像咱人安尼啊，咱人的公斤啊。八十公斤比我较大只呢。摸起来呢？你捌钓哇？阿弟，那你的钓具非常的专业呢。对啊，我。哎、欸，你个想，我才60几公斤啊！你钓了80几公斤，那是要安那个救起来啊？你个想，要个一个人救起来？龙胆，你这个人是歪的，不挑的。龙胆石斑啊！哇，我哎只买看出侪钱的，过来买。迄只那如果因为迄，我是去钓出来的。嗯嗯。哎呀，还是阮朋友因的宜兰的。钓出来是吃的，就是人绑的钓啊啦。对，但是你要钓它没那么简单、欸。对啊。第一，你装备要足，然后又要好。对。然后第二，你就是跟他，迄个队友无咧拼，无咧出线的。什么叫做出线？我出线就是像讲，即摆鱼啊，是咪？伊若出来是咪？钓是咪也捉出去，啊！你的力度的力是咪线来处理？啊，对对对对，还有就出线哈。我咧钓鱼啊，拼搏咧出线。哦，就是你就是要跟他硬碰硬。线爱愈短，袂使愈长了，对啊。因为你若出线，就像讲也弄对追车伊啦，啊个线甜了啪一下个，就拜拜了。哦，哇！我可以想象那个拉锯呢。所以你想想看哦，啊，靠人家倒钩。无啊，一个要救80几公斤哦。不过安尼甲伊对顶啊。是哦、嗯。所以就是要跟他硬碰硬啊。哎、欸，你想想看哦，一只就可以让你扔那里啊。真的呢。一只可以当互你扔那里、欸。像咧
搏，你就跟咱跟人伫咧就白打好。哎呀，啊你个我捌雄雄安尼有第一只扑吼啊救起来，赶紧你来个救起来，但是你已经耗费蛮多力。对，可是第二只算过来咧，头一届攻得变命，诶，第二届可能打到第二届去啊呢。你这个喊来无偌久，扑一个错个只呀。对对。我无等回条啊，话救命啊！真的，哇，原来钓鱼也是这种乐趣、哦，就是这个乐趣。但是像其实那个叫硬碰硬的，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去像去海边，然后就是因为我那个海边要钓，那种个无讲啊，那种个是基钓。基钓是、不是 F 钓吗？就是基钓啦，不然就防波堤。哪一个基啦？一个石头嘛，就是左边一个石头，然后右边旁右边一个几次的几块钱那个基钓，那个叫基钓，基钓啊基钓，但是它的位置都会比较危险，就会比方说像那一种弄底下九头边啊一种，对对对，啊一种的较危险，然后讲一种的较有一种像小高烟那种，但是我较不会去一种所在啦，有时候我都会在那种比方说像那个堤防的岸边遐咧，你刚来遐钓。是是、其实我也是会看地点的，是是是，我不会说就是那种地方危险太去。啊，像你这样去基钓，敢要拄到危险？比如讲，哇，拄啊，迄天拄啊有小高英雄来啊呢？没有，我会看天气，看天气。那天的天气如果比方说不好，我基本上我不会下去钓。对了，我感觉这嘛要借这个机会，咱跟阿凯开讲，讲咱钓鱼啊，相信咱心计真做是天正平哦。钓鱼是一种休闲、就爱钓鱼啊。对啊，不过钓鱼啊吼，就是爱安全，是要顾虑到自身的安全，卖冒险，卖明知个爱这路风台的迹象，你要去钓，吼、啊，哦，就是足侪人足天气的。对，哦，我你看这。做者新闻，哦，明仔载风台，你过去海钓啊，落桨，哦，你甲你若讲哦，浪费社会资源，人去甲你救，甲你救钓个网紧，有诶，真正你去要教伊，就教伊啊，吼。所以我感觉钓鱼啊是一种非常好的娱乐，没有错，但是也要顾虑到自身的安全。真正，啊，你拢差偌久去钓一届？我起码就只有那一样呢。对啊，就自从我后来我加入豪记之后，我就比较忙。对啊，然后那个小五哥又给我下风干令，风干，不准你钓，不准我去钓。为什么？啊，觉得我把它想乌啊，刚才我去钓鱼啊，拢把它乌乌啊。还好啦，男生我感觉拢还好啦。哎呀，可是后来，有时候啦。像第一届查甫歌星嘛，无一个乌人啊。哎呀，你用乌人，我感觉嘛未歹啊，效果一定爱拍个白。哎呀，但是人讲，人啦，人啦，白的水，人啦，乌个贵咧。无影，我感觉无影，我觉得还好。那是女生，我觉得男生。像我最近就是在，如果有去钓了，我几乎都会去晚上。啊，晚上。对，晚上就没关系。暗时嘛，我暗时还是钓鱼啊。可以啊，真的，我唔知呢。晚上几乎都坐船出去钓。啊，对，啊，你哪有准啊？我朋友就是船长啊，够好。然后他会，比方说什么鱼进来，什么有什么最近有什么鱼什么鱼，然后他会约我去钓，我钓过白带鱼啊，然后还有红柑哦，鬼头刀。我因吼，我会记得咱北部囡仔嘛吼，咱因上拢囡仔拢看妈妈咧煮鱼啊，煮白带鱼拢是真的嘛，我也拢真。没错。啊，我头一届。甲朋友去台东，去一间海产店，伊讲，阮叫白带鱼汤咧，我讲哈，白带鱼会当煮汤，米粉，会当煮米粉，对，我讲白带鱼，我讲哈，白带鱼可以煮汤吗？我印象中妈妈白带鱼拢蒸咧，伊讲，阮这吼很老啊，足青诶，没错，你食看咩？真的，我感觉鱼啊啦很老啊，啥物鱼都会当煮汤诶，因为咱咧北部吼，白带鱼来个北部可能拢较无青啊，所以就拢蒸咧，较无他白啊。我若出去钓嘛是安尼啊，是吼，对，客顿来啊，我个。家己也处理的，用煎的，也是用汤的。汤的我嘛捌用过，有人甲我讲用汤的最好食。好食，好吃。所以我嘛捌试过啊，是吼，也试过啊。所以讲，真正是伫阿凯身躯边的朋友，主要你有多少只朋友咧有渔船啊，在方便啊。好，你刚好贴这边啦，直接规定哦，对阿凯来钓鱼啊。哈，也不错啊。改天我朋友。大家当艺人朋友，大概就对啊，多一台，那真好，一台就拿出去钓。用这几个啊？如果他做另外一台比较大的，可以十几二十个诶。哦，对啊，还是较大台。啊，你若像那有当中我可能就会弄做迄种诶，
较细只诶，拢像差不多五六个迄种诶。安全性应该都 OK， 都 OK， 都 OK， 都 OK。好，今日吼，咱咧石头头先讲啊钓鱼啊来啦，今日就是咱石头头阿凯甲咱介绍伫咧邦桥。啊，文化路，哎，几项，敢那是188项，还是几项，还是189？我印象中好像8899，类似这样的一个地址。我也忘记了，反正呢，正确的位置其实就是在阿姐刚刚讲的。对，比如说魏永杰最单纯的想法哈，就是咱桥对吧？啊，过中号桥架完文化路，然后第一个红绿灯，第二个红绿灯，应该是第二个了。第二个哈，你看到那个号码，那个巷号码。不晓得是88还是99，你要搞豆外的去酱油饼都搞都是呀啊！油库口也是我很爱吃的一家花米线。好，咱跟小妹来听阿凯多首歌曲。过来给大家介绍这首歌。我刚刚这首歌嘛，真特别了，曲风蛮像小虎哥在唱的歌，是叫做《林哈沙刀》。林哈沙刀是咱专辑的第五首。对，好啊，什么曲风？日本演歌演歌，看演歌的歌哈，演歌歌轻快，嘿，你那鼓了最高唱。对，哦，我们下个礼拜邀请你来啊，再继续来聊天，再来啊、聊你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的代志。好，哦、啊，咱今麦先来听这首《零哈零哈沙都》。我伤心的记忆，真爱乎你来看轻，我的痴心有啥意义？冷冷的风，像你对我消失的感情。我烧烫烫的心肝，乎你来冷冷。在流乱，就是我家己戆，不愿为情歌来受苦，为爱来走纵。台北今夜，我心冷哈三度。也袂久，你已经来离开。往事是你无带走的行李，我伤心的记忆。真爱乎你来看轻，我的痴心有啥意义？冷冷的风，像你对我消失的感情。我烧烫烫的心肝，乎你来冷冷，搁再流乱，就是我家己戆，不愿为情歌来受苦，为爱来走纵。台北今夜，我心冷哈三度。我烧烫烫的心肝，乎你来冷冷，搁再流乱，就是我家己戆，不愿为
情搁来受苦，为爱来走撞。台北今夜我心灵哈沙多，零下三度啊，一首吼、哦、是足恩爱歌曲。阿、啊、凯，你看少一点钟时间，要甲大家讲再会啊。对啊，剩短短时间卖浪费。阿、啊、凯，你好，我来推荐这张专辑。好，阿兰过来听一条歌。好，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吼，阿咧支持郑凯今年最新的个人专辑《背里面》哈、哦、啊，也要跟大家。